直接开机跑，就逆流投资。彻底疯狂。想看跟冠军双排，这肯定得提前说好的。你们想看的话，有什么有意思的点子内容，可以到这武馆里面去留言。人家这个段位的号也不一样呢，而且人家也得愿意才可以啊，你得找两个号来才可以。你们有些人老是自我感动啊，就跟有时候路人一样，就强行要我带路人，人家不一定要想你带呢，是不是？我怎么装备没买啊？跟你们说话去了。铁男打野，那不是被我铁 counter 吗？对面四 AP 啊，那我这把无敌了。这上路这个中路也无敌了是吧？等一下，我开个竞猜了。建议搞5v5，之前5v5给你们搞过了呀，但是好像你们没那么喜欢看啊。搞 5v5 的效果不如这个 1v1 的效果啊。什么意思？闪给了没有？这边还放一个真眼牛皮啊，铁男要去上了。等一下他野刷了，他看到我，他要是聪明一点的话应该也会去偷我们的野呢，但是我是单开的，看一下。看来他没有那么聪明，这永恩这也要 Q 回去吗？要过来了，红 buff 有点时间，什么意思？逆流投资中了，他好像是没闪的，我记得。升六了，走了，拉下兵线。有病是不是？
还有二子，我操，我说他怎么会过来，还有闪子，牛皮。不是他为什么把你杀了，他不是给我标他没闪了吗，他把二闪全给我开了。这铁男死了，跟他换了吧，气势一定要打出来。这不可以给他秒了，看铁男有没在，直接二他，二他他死了。他这要买啥？买面具吗？遗失战绩。救济火呢？我无敌了。回家挺进来一下，对面这把4 AP 来勾引一下，我来了，有眼，没事，你把眼拍了，还有眼，还有眼，还有眼，怎么等这么多眼呢？ Amazing， 这边不会还有一个眼吧。彻底消灭，给我奶一口治疗，感觉活下来了。对面这个阵容的话，多 AP 少 AD 啊，我们出装上面就可以针对 AP 打，打法上面就针对 AD 打，待会我先把韩明秒了就行了，这样的话他们就等于法师版的菜刀队了，直接开疾跑，就逆流投掷。彻底疯狂，拉我不等于在保护我吗？啊，什么叫英雄康特，什么叫游戏理解，来个水龙魂怎么样，来个水龙魂，我这把1v5，给我来个舞台，你们信不信会刷个水。来个 water， 水土龙魂也行，土龙魂也行，土龙魂也行，有盾在加双抗，那我们待会引魔刀护盾性价比更高。再来个自然之力，我都不知道我这把怎么死，待会儿自然之力买了，从现在开始这把游戏我将一次不死，大影魔刀自然之力200点魔抗，觉得主播会死的赶紧送飞机，送一个赔两个，送一个赔两个，还有两分钟，再不送我待会死了，你们没机会领了。现在18分钟啊，游戏20分钟前送的话都可以啊，送一赔二。我要1v5了，还不送我没机会了。感谢这个绝代燕帝的飞机，谢谢啊，谢谢学习机的飞机啊，其实已经我游戏里面看已经超过20分钟了，但是不过也算你们吧，送一个飞机，死一次赔两架，死两次赔四架，捡钱快点，真的
送钱了，发福利了，快来领。可要可要逆流投资，逆流投资没疾跑很难受啊。逆流投资他要 Q 我了，莫甘娜 Q 我，我也有 Q。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个板甲，一速不够啊。靠，再皮我大好了，他直接二我，他有魔免盾，没事，给他再 Q 一下，一拉我，哎呀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来追我，快来，小帅哥来玩呀，小帅哥，小帅哥来玩呀，到了，你死了。哎呀，今天双倍亲密度啊，双倍上线，兄弟们，怎么就开始有人加好友了呀？